尊敬的禅帝马国师，尊敬的斯里兰卡的寺院驻村长老，尊敬的斯里兰卡政府各级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悟道非常荣幸代表家师上见下通大和尚来参加我们斯里兰卡隆喜国际佛教大学的开幕典礼。这个隆喜大学的成立也是我们禅帝马国师他发心。我们净空老和尚非常的支持这个隆喜佛教大学。这个大学的特色我们都知道，泰国斯里兰卡是属于南传佛教的国家。那么隆喜大学它的特色就是南传的佛教还有北传的佛教汉传的佛教，藏传的佛教将来都会陆续来成立可以说把全世界这个佛教都汇集到隆喜大学这个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圆满。我们非常乐观的来看这个将来隆喜国际佛教大学可以培养很多很多的弘法人才。我今天悟道代表家师上见下通大和尚来出席参加这个开幕典礼，问我们见大和尚他现在正在法国巴黎教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边有事，所以不能前来，所以由悟道来代表。那我们衷心的祝福我们隆喜国际佛教大学教务兴隆圆满成功祝大家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健康，法喜充满，阿弥陀佛。